系画风的《女神之光》是一款结合了大富翁式副本、卡牌以及角色扮演等众多元素的游戏。在城镇时，玩家可以整顿装备、招募佣兵，或者是透过训练模式来强化角色。当进入副本之后，采用类似大富翁的方式，透过骰骰子来移动，每一格都会遭遇到敌人或是发现宝箱。至于战斗，则是结合了卡牌的要素，要随着战况选择攻击或是防御的卡片来打倒强敌。而在剧情关卡之外，也能够和其他的玩家来对战哦。